各位同学早安，欢迎来到五年甲班，我是子豪老师。今天我们要上的是5月20日星期四第四节的国语课。今天我们会检讨到，今天主要上的范围是习作的68到75页，所以呢我们会检讨昨天的作业以及完成剩下的习作的部分。好，所以请同学先准备好课本，那习作也打开到68页，那我们现在进行检讨，那我们开始进入课程。好，首先先检讨昨天的习作第一大题哈。第一大题，请同学确认一下有哪些，有一些错字呢容易错，那我们现在举出来哈。首先是来盲点的盲哦，眼睛哦死亡了，所以是看不到，所以下面是一个目，有两横，这边要注意一下。接下来上次我们有提到的浩瀚的瀚，这边是一个时，下面是一个早，早上的早，所以呢这边不可以连起来，这边要区分清楚哦。以及右边这边是没有一横的，它是一个人在一对羽毛，那瀚这个字千万要记得哦。那我们继续往左边看，我们还有提到跪下来的跪，右边是一个危险的危，这边要勾起来，不可以连在一起哦。最后还有荧光的荧，因为是萤火虫的萤，是昆虫类，所以是悔部。最后是追根究底的底，下面有一横。那以上是有几个老师认为同学容易错的字，那这边提醒过后希望把它记起来。那接着呢我们订正完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页。好，下一页第二大题70页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把它放大来。我们昨天有说果真如此吗，这一课是一篇什么文，很好，它是一篇哦议论文。那议论文有三大要素，分别是论点，就是你作者的主张或是看法。那论据，则是你为了让你的论点成立而提出的证据。好，那还有一个论证哦，这边是用结论哦，论证就是结论，根据你所提出的证据哦。那有没有符合事实，那这个事实这个结论呢会回应到你一开始提的论点，也就一开始你提的主张哦，所以最后你是为了维护你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最后要下这个结论，也就是我们的论证。好，那本课的论点是什么呢哦，如果你有去把我们的段落大一单完成的话哦，论点在我们第一段，所以第一段也就他的作者的想法告诉我们说，传统观念或权威人士提出的看法未必可信。好，所以根据这一句话衍生出下面所有的论据，也就是说他要提出这么多的证据，就是为了验证他的论点是正确的。好，那他提出哪些证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来，第一个证据哦，他说动物学家研究发现玉熊爬树或装死都不能逃脱熊的攻击。好，这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证据。第二个，他说哥白尼发现什么哦，原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他发现到这个事实。好，这也是一个证据之一。接着他又发现到哦，提出了非常多的证据，比如说经过科学家的探索与验证，推翻了哪三件事呢？天圆地方、腐草化萤，还有羔羊跪乳的错误认知。那天圆地方是以前人的视觉上的一个错觉，腐草化萤呢，哦，发现到其实，哦，那是因为萤火虫都将卵产在腐草旁边。那羔羊跪乳呢？哦，事实证明说是因为小羊长得太高了，不跪下来是没办法喝到奶的。
好，所以他提出了这么多的证据，那最后他下的结论是什么？哦，他告诉我们，有怀疑的精神和实证的态度，也就是那两把科学的钥匙。好，那你才能发现问题的真相。好，以上是本课的一个脉络的一个结构，希望可以透过昨天的段落大应单帮助同学完成这个问题。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检讨昨天的作业第三大题哈。来，第一题，他说文中所提出造成似是而非的原因，下列叙述何者错误？我要找错的哦。那似是而非，它出现在课本的哪里呢？好，这边我们先回到课本一下，所以请同学打开课本，翻到我们的第79页，在这里，似是而非的这个观念关键词出现在第四段。好，因此许多似是而非、欠缺实证的知识就这么流传下来呢。那原因是什么呢？往前看，第一个，因为从前的人自然知识是不足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好，第二个，再加上当时的观察工具不够精密哦，观察工具不够精密，还有什么？观察方法不够周延哦，方法也不够好，不够完善。最后还有什么？分析推理的资料也不够齐全哦。所以我们来汇整一下，造成似是而非的知识流传下来的原因有这些：自然知识不足，观察工具不够精密，观察方法不够周延，最后分析推理的资料也不够齐全。好，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造成这样的结果哦。那我们回到习作，所以好，哪一个是错误的？好，答案是四哦，没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好，他这边选项三，选项三的原因哦，选项三的原因哦，刚刚也有讲，就是因为自然知识不足嘛，所以你才会盲目的崇拜专家和学者哦，所以他也是病在自然知识不足的情况之下。好，那选项一和二都有提到哦，没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哦，这边没有提到哦，答案是四。好，这是第一题。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他说文中举出哥白尼的例子是要说明什么想法呢？来，还记得哥白尼做了什么事情吗？哦，他为了验证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呢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哦，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那如何研究呢？我们对照课本哦，哥白尼用自己制作的日晷三角仪观测星象，推翻了人类的这个错觉。然后呢，经过缜密的研究，他得到了一个答案哦，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还以太阳为中心绕着太阳旋转呢。所以它是经过缜密的研究。好，那我们回到习作，所以第二题要以缜密的研究去寻找答案，这是哥白尼的例子希望我们学习到的精神。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题。好，第三题，文中提出什么钥匙可以帮我们破除迷思探求真理呢？好，我们当然是要有科学的钥匙啊，在哪里呢？答案在课本的，来翻到81页，在这里哈。科学的钥匙，我们要具有科学的钥匙，才可以帮我们追根究底，破除迷思，探求真理，还原事实的真相。所以要有科学钥匙。那科学的钥匙是哪两把呢？哦，分别是怀疑的精神以及实证的态度。好，那我们再回到习作，所以根据老师刚刚的讲解呢，
第三题的答案啊，是科学的钥匙，这样有没有问题呢？来，那第四题，好，本课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来，就是刚刚的结论，还记得结论是什么吗？要以怀疑的精神和实证的态度做什么事情呢？去学习所有的知识，或者去，你也可以说写验证事情的真相。好，所以呢，这两个精神，两把科学的钥匙，是本课希望我们具备的一个精神，那也希望小朋友能够把它记在心里面。好，以上是昨天习作的检讨，不晓得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进入今天所要完成的习作的四五六大题，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第四大题叫做根据提示填入适当的词语。好，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玩过那个写歌词哦？这边的意思是说，譬如说，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把它缩小哦。好，那我们看，先看右半部的地方。这个玩法呢是这样的，这边有所谓的值一、值二到值八，横一、横二到横六，什么意思呢？你有观察到蓝色的部分，哦，它都写值，所以这个八用蓝色，而且用阿拉伯数字，就是要值得看，值得看，值得看，哦，值得看。好，所以有八个词是要值得看的。那横的看的这个紫色的部分，哎，它是用国字的数字写，代表说我们要横着看，横着看，哦，横着看。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中文直着看是由上到下，中文横着看是由左到右。好，那我们先搞清楚这个方向之后呢，那我们开始来想想看要怎么完成。首先，同学先去从课本，好，课本去翻翻看，老师给的提示，你先把所有课本的四字语词都先看过一次。那哪些四字语词呢？跟着老师来哦，来，我们翻回课本，然后老师把刚刚的记录都先擦掉哦。好，来，那我们现在把课本的一些四字语词，重要的四字语词先把它圈起来。来，第一段，请跟着老师圈。好，来，不假思索，圈起来。好，接下来下一个，信以为真，圈起来。好，目前有圈了两个四字的语词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第二段。好，第二段目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下一页。下一页的第三段，哦，这边没有特别重要的四字语词，我们直接跳到第四段。第四段，请跟着老师看第一二三四五，第五行有个四字语词叫做似是而非，先把它圈起来。好，下一个我们再往下看，跳到倒数第二行，糊里糊涂，圈起来。那最后还有一个哦，以讹传讹，圈起来。好，最后我们再翻过来往下翻，来第五段。好，发现到没有特别的四字语词，那我们直接看到最后一段。来，最后一段有一个四字语词叫做追根究底，把它圈起来。所以同学检查一下，我目前总共圈了几个四字语词呢？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我们总共圈了六个四字语词。那先思考一下，这六个四字语词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好，老师已经先帮你们把教育百科，哦，打开并且搜寻完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六个语词它们的意思是什么，哦，首先，好，第一个
来，我们对照课本的76页，我们一起来看哦。第二语词叫不假思索，那不假思索是什么意思呢？哦，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做事反应敏捷。好，所以不用花太多的心思来思考，我们叫做不假思索。那例句，考卷一发下来，他就不假思索的正笔直书。好，所以马上就开始写了哈，不用经过太多的思考，所以不假思索是这样使用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语词哦，信以为真。什么叫信以为真呢？解释是相信是真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造句。这小孩对电影中虚构的情节竟然信以为真，担心星际大战即将来临。哦，所以他对这个虚构的情节他竟然相信的。这时候呢，我们会使用信以为真。好，那我们先翻到课本，继续往下翻第79页。下一个词叫做似是而非。什么叫似是而非呢？我们看一下解释。表面上好像对，实际上并不对，这叫似是而非。那我看一下例句，不要轻易听信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好，这是它的用法，那不晓得有没有问题呢？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语词叫做糊里糊涂。什么意思呢？形容人行事极为迷糊或不明道理。那我们看一下怎么造句。他做事糊里糊涂的，很难委以重任。好，意思就是说很难交付重要的任务给他。为什么？因为他做事糊里糊涂的。好，那下一个语词也是在79页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以讹传讹。什么意思呢？首先讹是错误的，好，老师在课堂上有讲过，就是谣言。那以讹传讹指将不实的言论继续传播下去，好，又错上加错，叫以讹传讹。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这件事在没有证实之前不要声张出去，以避免以讹传讹。不要声张出去就是不要说出去的意思哦。好，那目前是79页的四字语词。那么继续把课本翻到81页，最后的语词叫做追根究底。什么意思呢？追查探究事物的根本。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就是那个脾气，什么事都喜欢追根究底，哦，都喜欢去查清楚。好，那以上是课本提到了6个语词，它们的解释以及使用的范例。那有基本认识之后呢，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习作。好，习作，那我们先看横的哦。本题呢，老师建议先看横的。那我们来开始，来，横一。在这里他说将不实的言论继续传播下去。来，请同学给你们5秒钟的时间，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将正确的成语填上去，横的哦，由左到右。好，完成了吗？那我们来对一下答案哦。答案是以讹传讹。好，希望有答对。那我们继续往这边，那我们来对照一下。那这边呢，直线的它写什么？直一，就是直线往下看的。他说直一的意思叫从前。他说从前，那以前是从前吗？哦，有符合，所以这也是正确的。好，那我们看这边有对到一个直线的四，直四说什么？利用电波传送文字、图片或影像等。它对照的是什么？传真哦，所以有符合。
那证明我们找到这个主答案是正确的。这样清楚这个游戏的玩法了吗？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接下来请看横二，横二的部分。他说形容人行事极为迷糊或不明道理。来，给你们十秒钟思考一下是哪一个成语。好，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糊里糊涂，希望有答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它上面有个直线的词叫做道听途说。什么叫做道听途说呢？我们来对照一下它的解释。直线的八，他说形容没有经过证实缺乏根据的话叫做道听途说。哦，所以这边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成语了，希望可以把它记起来。那接着我们看到横三，横三说本是假装做某事结果竟成事实，弄什么成真。哦，弄什么成真，假装做某件事竟然成为事实，所以这边应该要填的是，很好，应该要填的是弄假成真。那弄假成真，它句子可以怎么用呢？老师有在教育百科先找到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教育百科。来，弄假成真，解释叫做本是假装做某事，结果竟成为事实。那我们看一下例句：他俩本来是假装男女朋友来安慰病危的母亲，最后弄假成真，真的成为夫妻。哇哦，这就是弄假成真，原本是假的，后来变成真的。这样的用法，希望同学可以把它记起来。那我们再回到习作。好，继续看还有哪一个，这个是横四。哦，横四是两个词的，那我们先不要看，我们看横五，追查探究事物的根本。好，四字语词哦。来，追查探究事物的根本，来从课本去找，课本的最后一面。来，提示在这边，给你们十秒钟。哎，不晓得同学有没有找到呢？那我们来对答案哦。答案是追根究底。哎，不晓得有没有答对呢？好，追根究底写完以后，那我们来对照一下剩下的两个词。来，直六叫做根源。根源什么意思呢？往下看，叫做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哦，这叫根源的意思。那接下来这个第七个词叫研究。研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对照一下，深入探索事物的性质、规律、道理等。 OK， 有符合，所以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横六。横六，表面上好像对，实际上并不对。来，想起来是哪个语词了吗？一样给你们十秒钟。好，那我们来对一下答案哦。答案是似是而非。来，不晓得有没有答对呢？那这边刚好也有衍生出两个直的语词，那我们来看一下直二，叫做相似。相似是什么意思呢？对照看看，相像。 OK， 有符合，那代表没错。第五个直五，它叫南非。南非是什么？往下看，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国家叫南非。 OK， 有符合，没有问题。好，那最后还剩下什么？哦，还剩下这个直的还没有完成，那我们来看一下直的什么甲什么什么。那直的三，来先看一下什么意思哦，叫做没有费心思考。哦，没有费心思考的四字语词，而且第二个还是甲，什么甲什么什么。好，一样给同学十秒钟思考一下本题的答案。
好，没有问题的话，答案应该非常的明显，叫做不假思索。哦，希望有答对。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还有哪一个词没有讲到呢？哦，刚刚完成了这个横四，横四叫做索取。那我们来对照一下索取是什么意思呢？横四索讨求取。OK， 解释和语词的都有对到，代表说我们完成了这张表格。好，以上是第四题的一个过程。那希望同学也有将上面的这八加六这14个语词，他们的解释都记在心里面。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73页第五大题哦。好，老师把它放大。来，本课是一个议论文，议论文三大要素叫做论点、论据还有论证。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提出所谓的论据，也就是你的证据。好，那证据呢，因为你要有证据要才可以说服别人嘛，所以我们来这边要练习举例证、举证据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说小文要参加校内的辩论比赛，题目为小学生应不应该穿制服上学。他根据自己的论点找到了两个论据，请你和小组讨论，在搜集资料后写下另两个论据来支持论点。好，那这边可能没办法小组讨论，所以请同学要自己上网思考，或者是用你的想法来完成这个论点。好，我们是要来支持的哦，你不是来反驳你的论点哦。而且要提出两个论证，对不起，两个论据证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小文的论点是什么。哦，小文的论点，他说啊，小学生应该穿制服上学，所以他赞成，他的看法是说小学生应该穿制服上学。好，那为了让他的这个看法有说服力，所以他提出非常多的一个证据来加强。那课本提了两个证据，哦，第一个证据叫做可辨识校外人士，使学校生活更安全。好，这是他提出的想法，他认为将可以分辨你是校内的人还是校外的人。来，他第二个想法，他认为可减少选购衣物，响应节能减碳。哦，这个想法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因为当你那个制服有决定之后，你就不用去思考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每一天要穿哪一件衣服，哦，自然也减少了衣物的开销，哦，达到节能减碳甚至省钱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举的这两个证据听起来都蛮有说服力的。好，那接下来呢，还要请同学去思考，诶，除此之外还可以找到哪两个证据是可以用来说服别人小学生应该穿制服上学呢？好，这边给同学时间思考。那同学在思考的时候呢，可以先将播放键按暂停，因为老师等一下会先放出参考答案。好，那只要你的答案呢，你写的你的证据是足以说服别人的，哦，那我们都会算通过。那稍等呢，老师会放参考答案，所以请同学先按暂停，等你写完之后呢，再来按播放键。那请按暂停。好，如果你是已经完成的同学呢，那你可以来看一下参考答案。来，参考答案第一个，哦，他说可减少学生对服装的关注，使注意力集中在课业上。所以他是针对前一点在做延续的，哦，因为你不用思考你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五天要穿什么衣服，
所以你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神可以专注在学业上。好，这是他提出的论点，蛮有他提出的论证证据，也蛮有说服力的。那我们来看第四个，可将制服留给弟妹穿，以节省费用。哦，如果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好，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衣服留给他们穿，这样也的确是可以减少家里的开销。嗯，蛮合理的。好，以上是习作给的参考答案。那只要你的自己写的参考答案呢有合理，足以说服别人，那也就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一个可能性哦。好，接下来要请同学自行完成的是下面的部分哦，你可以写在你习作的旁边。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说一说如果你要支持小学生不应该穿制服上学，你会引用哪些论据来支持你的论点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是支持不应该穿制服上学，你会举哪些例子来说服别人支持你的想法呢？请同学将你自行的答案自己的答案写在习作的旁边，写在题目的旁边。好，那这边老师也会给你一个参考的想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参考想法是什么呢。来，这边有举例哦，举例说，根据教育学者所提，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孩子都该有自主权，而不是凡事都要受到约束而失去了创意。毕竟在快乐中学习会有加倍的效果，而且穿便服是一种美的教育呢。哦，所以根据这个参考答案，他认为啊，小学生不应该穿制服上学，是为了给你一个自主权，并且穿便服也是一种美的教育，美感教育，会根据你所穿的衣服搭配来决定你对于艺术、对于美的感觉。好，所以这是习作给的一个参考的想法。那如果你还有其他自己的不同的一个好的想法，那也欢迎写在上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进入到习作的第六大题。好，第六大题是阅读测验，请同学阅读完并且完成问题，那么老师也会先在这边进行阅读。好，那我们一起来哦，开始。意大利有一座远近驰名的比萨斜塔，吸引了无数的观光客前去参观。不过在西元1564年的比萨城还诞生了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伽利略。伽利略提出了许多科学理论和发明，最重要的成就是改良望远镜。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发明望远镜的人，但功能却是当时最好的，能使远方的物体看起来比肉眼所看的放大30倍。他也是第一位用望远镜有系统研究太空的科学家。他的重大贡献包括发现太阳表面布满许多黑点，银河是由几百万个小星星组成，甚至他还发现有4个卫星绕着木星。来，卫星的解释在这边，凡环绕行星周围运行的天体称为卫星。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他从事研究时，认为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所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行星绕太阳运行才是对的，这样的理论已被教会禁止，但伽利略却公开宣布支持哥白尼。
这样公开反抗教会的行为，使得自己被判在家里终身监禁，禁止相关研究和著作。但他还是坚持到底，甚至在晚年时将自己的研究撰写成书。伽利略认为，科学的真理不应在古代圣人那些蒙着灰尘的书上去找，而应该在实验中以及从实验所发展出的理论去寻找。他说，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科学家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勇敢。好，那请同学哦，现在利用时间完成下面的问题。那在完成前呢，请你先按暂停，专心的完成。好，那我们按暂停。好，如果你是已经完成的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来，第一题，伽利略认为科学的真理在哪里？好，那对照一下，对不起，对照一下我们习作所讲到的，科学的真理在哪里呢？好，在最后一段这边有说，科学的真理，哦，应该在实验中，以及从实验中所发展的理论去寻找。所以根据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到，答案应该要选三，以实验为基础产出的理论。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题。根据本文，你认为从哪里可以看到伽利略所说的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来，答案应该是二，支持哥白尼的理论。为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因为他在倒数第二段这边，伽利略却公开宣布支持哥白尼。哦，而且最后还有写，但他还是坚持到底，甚至在晚年时将自己的研究撰写成书。由此可见，他追求真理，哦，这个勇气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哦，当然是选二。来，最后第三题，下列何者不是伽利略的成就？好。那我们直接来看选项哦，来，选项四不是哦。那请问选项四提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的理论是谁提出的呢？很好，我们来对一下哦。来，答案在这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所提出的，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行星绕太阳运行这个理论，哦，是哥白尼提出的。那伽利略是赞成哥白尼的这个理论，所以这个不是属于伽利略的成就。提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的理论是哥白尼的成就。好，以上是习作的一个解析。那希望同学，哦，能够了解自己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第四题，说一说你认为科学的精神除了需要特殊的勇敢，还有什么重要的元素？为什么？好，这边一样也是请同学，哦，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认为还有什么元素？那原因为何？请把它写在习作的空白处。那老师这边，哦，我们看一下习作的参考答案。好，参考答案是写，哦，我认为还需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因为面对困难或问题时，唯有坚持下去，努力解决，
才能探究真相。哦，所以习作这边提出，他认为坚持到底的精神很重要。那不晓得同学还发现到，还有想到哪些重要的一个精神呢？好，请自行写在习作内。好，以上是今天检讨以及共同完成习作的一个部分。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进入今天的作业部分。来，今天的作业有主要有这一样哈，请完成康轩师生平台0521-05205月20号的作业。那关于登录的步骤，老师已经在班级群组里面发布了，请按着步骤登录并且完成。那一样有任何学习上的问题，请在群组发问。那这边注记，今天开始有咯。Pokémon 的任务可以做了，那老师会依照你答对率做平时成绩的加分。那如果你的 Pokémon 哦，目前的平板APP 是没办法打开的，那请你利用网页版打开网页，输入 Pokémon 进行登录以及完成任务。好，以上是今天的课程，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和老师联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下课，拜拜。